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地中文教室，我是新地老师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AP 中文必须成语四：一帆风顺。一帆风顺，祝你一帆风顺。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一窍不通，一窍不通，我对谜语一窍不通。高楼大厦，高楼大厦。北京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。津津有味，津津有味。爸爸看京剧看得津津有味。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，要再加一道鱼就好了。年年有余嘛。活灵活现，活灵活现。齐白石的虾画得活灵活现。想方设法。想方设法。每到春节，很多人会想方设法地赶回家，过个团圆年。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你的西班牙语那么好，希望你多多指教。尽力而为，尽力而为。你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知书达理，知书达理。中国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知书达理。各有所长，各有所长。我认为中美两国的教学方法很不同，各有所长。因人而异，因人而异。效果好坏也要因人而异。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我的指导教授总是没完没了地跟我强调数学的重要性。左思右想，左思右想，有一道题。我左思右想都解不出来。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。他从小能歌善舞，只要有文艺演出，他都一马当先。大名鼎鼎。大名鼎鼎，他在中国可是个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。战战兢兢，战战兢兢。他第一次上台表演时，战战兢兢的。远近
文明，远近闻名。我妈妈的厨艺远近闻名，亲朋好友都喜欢来我家聚会。从不间断，从不间断。我妈妈天天和我一起读中文书，从不间断。水土不服，水土不服。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，水土不服，所以什么地方也没去。一举两得，一举两得。出国旅游不但能散心，还可以长见识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名胜古迹，名胜古迹。我最喜欢自由自在地游览名胜古迹。